喽，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回老家呢也差不多有一周时间了，今天呢是准备带着我小孩去看看我外婆。我是杜宇轩。阿珍，有多久没看到祖祖了呀？半年。嗯，那我们今天回去看祖祖好不好？我可没有问题。那回来呢现在是没有车开的一个状态，是借的小孩爷爷的车，现在呢是准备回外婆家，又有两个多月没见到外婆了。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回外婆家呢是一直走318国道一条路，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嗯，到了。呀，外婆不在家呀。我回来的时候呢没有提前通知，然后扑了个空，祖祖不见了咋办？不知道，我们去找呀。外婆现在回到老家呢，她方便很多了，就是在街上有很多认识的人，他们时常会出去撞路，到处走走，这里聊会天那里聊会天的。儿子看一下，我们现在这边呢是南充，然后只要过了这个界你就出南充了，知道吗？你就进谢宁了。在四川呢，我们的长征就是这样子的，小镇上基本上都是两三层的小房子。小镇上呢现在是随处可见的香肠腊肉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外婆在哪，怎么办？祖祖不见了怎么办？凉拌。从上街找到下街，终于找到我老太婆了。哇，这好热闹呀，太热闹了吧。很可撒根好热闹个好少哦。啊啊，那不买的来了，上街找你做啥个，到处找你。大伯姐有没有拿电话？好热乎哟。起来了。哎，好热乎哟。现在越来越觉得把外婆弄回来是件好事了。回来生活的安逸吧。你问你外婆吧。你觉得这个好心吗？是成了好心？那这个大好多多。以前在满洲上的车子都供不应，那个有啥子？要不哪里回了啊？回来舒服些是吧？哎，他们回来自在一些，老家有很多熟人，这样可以聊得来，他们有的玩。你看，刚刚一排排的老太婆，而且还有很多家乡的味道。看一下，快到过年了。这些各种辣味香味，看住住没得看着别看着别再喊个再喊个住住那个那个哈住啊住得起管不那边的老人我感觉我走到那边的还这边待着舒服些吗？跑去待着舒服些哇。这边好些，那边有个房子嘛，那就是一个人多，挺都住的。那边房子宽些的哇。你现在身上有好多钱啊？哎，身上还有百块钱，只能穷啊。嗯，大爷，你给我你购买啥子哇？刚刚我们坐在路边聊天呢，是谈论到我今年确实情况有点特殊，然后弄得我有点穷。我外婆就说她把她身上的钱给我，哎呦，吓死我了。不过外婆真的心意算了。你问你，你重庆的房子那个租啊？那个租啊，现在买又买不脱，要两年过后才可以买。过年为之前用那个租？没得钱，不多有钱。哎，你们那欧亚的吧？对。对那你我到什么的啊？我不是真的是我要你那个外婆
你那个我来准备谁说几十几块钱了，你那个不要你毛巾毛巾我们包好了出来发呀。哈哈哈哈，没推的，哈哈哈哈，穿得起，穿得起嘛，有生气的那些，那穿得起嘛。很庆幸外婆这两年身体还算健康，这呢也真的非常感谢大舅娘帮我把外婆照顾得如此好，只要外婆在就还有一个家在，虽然很多时候不能陪在身边，但每次回家看见她好好的，能陪着她唠唠家常便觉得很幸福。开饭了，开饭了。我大舅娘知道我喜欢吃凉粉，所以回来特意给我弄的。他刚刚吃了好多下午，我他吃的真吃下了，他吃饱了。吃三顿了，我都给多要点哈，这我就不敢给要多了。吃了多了，超香。这一碗呢，酱料是腊肉跟米豆腐，米豆腐是我们这边的特产，只有我们这边才有，非常的香。这味道真是一绝，味道快的，好吃。我们家都喜欢吃。走了，叔叔求婆婆你走了。哎，要带乖。嗯。俺们先走了。嗯。走了，外婆。老王，快吃饭。哈哈哈哈哈。别在那费事的呀。走了哈，老婆婆。我过几天才回来。要得。好姐，辛苦了哈。没有，这是你带的，慢慢些哈。哎呀，带这个走了。